眼这里有一个按钮，就一颗嘛，这个，让你按住，它双闪的时候你就放开，然后在里面不好找那个缝隙的话，你可以拉点标签。然后你把这个标签，因为在里面不好弄，你可以拉点标签出来，撕一点，就撕一点，这个留个空白，这里对到这个标签，这对到这个电影这里，然后你再按住这个，然后它按住它这个也它不会双闪的时候就可以了，然后你再把这个标签弄回来。对了，这样标签放多点，你可以收一点。然后按达到手动，这里要出一张标，就单次出标。然后这个电眼的话，可以向前，它就是多出，你就看，你看。再往前，它也就是说，这个标签也会多出一点点。这个电影往后，这个要第二个章才能看得清清楚。这要第二章才能看清楚。这样的话，你看，再往后一点，它在这里就会这个标签就会缩回一点。它就。这张就直接出了这一点点而已。